大家好，我是二月一日新上任的原治大学第六任校长廖庆荣。在这辞旧迎新、继往开来的美好时刻，我谨代表原治大学向全校师生和海内外广大的校友，以及关心支持原治大学的社会各界人士和新朋友老朋友，致上最诚挚的新年祝福。原治大学由远东集团创办，创校33年以来，秉持诚勤服圣的校训，认真办学，师资阵容坚强，研发成果丰硕，已经培育了50000余名毕业生投入国家建设发展的行列。感谢您对原治大学长期以来的肯定、指导和扶持，让原治得以继续朝下一个发展阶段迈进。展望新的一年，期盼您继续给予我们支持，让原治的脚步更加坚定，持续精进办学，迈向卓越。衷心祝福您新年快乐，虎虎生风。